屏东北叶国小开学第一个主语日，台湾主语专任老师林秀妹带着全校师生用主语为彼此鼓励打气。林秀妹这次获得原民会颁发的原住民族语言老师奖，她感到非常荣幸及幸运，因为背后有许多人支持着她推动主语工作。我马里马里乌达啊，我马达拉拉啊啊，马加新西马在马西里的学校啊那。Nui nika tiamadua na pusala de tayawa ijue teriku ja inuri nuri ya pusala de tanwa en inika ena wina matutsua ijue chono matutsua talewawawa na sini papuru am tanwaan林秀妹过去致力于台湾族歌谣教学及口传故事收集，后来成为主语专任老师，他将歌谣戏剧带入教学，借此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三年历程逐渐看见成果，但现有主语环境仍存在部分隐忧。努曼提吉马在噶古马那为吉查格马查里香那点马丢吉多罗点马丢了瓜努斯马丢马哦努康啊，但要马不克女爵在夫妇阿马查瓦格马查里香那诺。kita luar jaga kerja, sihka pasang alam na temu lu tayau, jadi macam angan kanga. 林秀妹表示，近几年政府确实投入不少资源及人力，但若要族语继续存在，必须依靠所有族人的认同与实践，传承使命使他持续学习与教学。他也希望所有族人都能一起参与投入。云新闻巴朗，屏东马家陈报道。